乜你唔惊俾人睇到咩？咩嘢走啫？唉，好啦，唔逼你。做咩啊？冇嘢啊，中同聚会啫嘛。行啦。消息一出现，我就知道其实我未放低过佢。明明依家喺我眼前已经有一个咁爱我嘅人，点解你要突然之间出现扰乱我嘅生活啊？做乜学人饮闷酒啊？你又话翻屋企咩啊？唔系啊，跟你学啫嘛。好老土啊你。OK， 冇下次。唔中意饮唔好夹硬嚟，做翻你自己咪得咯。酒咧就我帮你饮，支奶交俾你啦。或者可能每个人到最后都不会跟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，但是陪你走到最后那个一定会是最适合你的人。